这些是非有自由为。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静。那自从啊，咱们重庆成了网红旅游城市之后吧，咱们重庆火锅也成了网红火锅了。那顾名思义，我认为网红火锅有什么特质呢？网红火锅呢，怎么来的呢？就是年轻人去吃了之后，拍张照打卡放在网络上，让其他的人呢也来追随着去打卡试吃。所以说这网红火锅呢，就是年轻人喜欢的火锅，就是咱们有趣的、时尚的，当然味道也必须要好的。那今天呢，有一位美食嘉宾、美食达人，就要给我们推荐一家网红火锅，我们也去评判一下，到底满不满足这年轻人喜欢的标准呢？是的，网红二字映衬的也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时尚、有趣且味道好的火锅。今天静静就约上了火锅小王子去一探究竟，美食达人黄振飞，地地道道的重庆枣，歌手、演员，对火锅是绝对的痴迷。振飞，你给我推荐的这家网红火锅，你还别说，这个菜单看着就特别的有趣。是啊，你看它这个麻辣锅底就写的是活飘好辣红汤锅，鸳鸯锅写的是两江交汇鸳鸯锅啊，还有这个菜名也特别有意思，啥子前夫的爱呀，那都是雾都啊，咋就雾糟啊，绝对接地气，啥那个是太接地气了。我们要不要在吃火锅之前来听你来一段唱一段啊，我觉得特别应景。要尖叫，好味道，还要照一下。都来重庆打个卡，因为那里很好耍。都来重庆打个卡，因为那里很好耍。都来重庆打个卡，哎，扫他的二维码。尖叫一下，鼓励一下啊！我们听了这个比较的有重庆特色的这个打卡重庆的网红 rap 歌曲，那我觉得还是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网红火锅到底有哪些菜比较好吃吧。上菜吧，上菜吧。聊着聊着，这菜也慢慢的上齐了。店里的菜品不仅菜名很时尚、很重庆，这摆拍也是相当的亮眼哟。哇，振飞，你发现没有？他们这儿除了这个菜名是特别有意思的、很有趣的、很网络的，它的这个摆盘也非常的精致。你看这个虾滑，你看出来了吗？那个就是我们重庆最网红的打卡点，千厮门大桥旁边就是洪崖洞。对，所以很多第一次来重庆的外地朋友都会去那个地方拍拍照。那今天我们就不用去到洪崖洞了，就在火锅店里就可以打卡拍照了。而且除了摆盘很有特色，我还发现一个很亮点、很亮点的地方，就是这个锅底，不是上面摆了一个山子，而是这个底料旁边是放了菜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你有眼力。其实，在我们小山狼火锅，它其实是一个豆花火锅。对，它的这个标题是它的豆花，但是呢，除了有豆花，你看还有血旺，还有鹌鹑蛋，这样搭配起来非常的美味，也非常的营养。这个锅底让我想到了，也是你们那种 rap 界的一首很网络的歌曲，就是那个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对，你看这个歌唱的，我们以后啊，你吃火锅底料的时候不再单调了，因为这个里面有菜了，有豆花了。其实你最后吃底料就可以了。静静果然眼见，小山狼火锅的底料里面居然还加了菜，这倒是挺新鲜的。不过到底是为何用意呀？我们这个锅底噻是现来现打，锅底里面赠送了三个菜，一个豆花，一个那个鸭血，一个鹌鹑蛋，为啥子要加这几样菜在里面呢？第一个是鸭血，大家晓得冷锅血啊，冷锅血下锅更入味，豆花也是一样。原来是店家赠送的特色招牌菜，在冷锅时下锅，当锅底加热后就能吃到香糯入味的豆花、鸭血、鹌鹑蛋了。这也是小山狼豆花火锅的豆花为何美味的秘诀了。豆花是刚刚是直接放在锅底里面的，现在差不多煮好了，围了哈哈都熟了。像我们重庆的哈，对那个豆花应该是情有独钟，你应该也喜欢吃吧？我从小吃到大呀，重庆的那个大街小巷，卡卡果果都有豆花。因为豆花其实吃豆花很健康，特别是我从小到大喜欢先吃豆花之前先打两碗高水来吃，喝了来，
因为告诉它是碱性的，所以对我们那个人的身体来说的话，酸碱平衡，身体才健康。这个说得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在煮火锅的时候吃这个豆花啊，其实也是综合了这个油腻感，不要让感觉稍微还是要刮点油嘛，不要让吃了感觉要长很多肉那个正常。豆花配火锅，让火锅多了一份健康与清爽，也让豆花更加的麻辣入味。哇，我吃起感觉好绵杂哟，都是那种很软嫩很柔嫩的感觉。好，然后再喝上那个火锅的那种麻辣的那个汤底，觉得好入味哦，都比我们平时豆花打蘸水那个吃起要更入味一些。入味的麻辣豆花是来到小山狼火锅必吃的菜品，而摆盘好看的虾滑也成了年轻人必点的菜。重庆地标建筑的摆盘，拍个照打个卡，吃之前发个朋友圈，好吃好玩两不误。哇，刚刚我试了一个放到那个前四门大桥上面的那个沙滑。哇，你看整了四个呀。没有，我整两个还给你留了的。怪不得你整条皮肤，这个是吃虾滑吃出来的吗？哎，你别说，这个虾滑真的是吃着就像那种女孩的皮肤一样，很 Q 弹，非常的嫩，非常的嫩啊。对，那种吃起的感觉都是属于那种像那种香港打那种鱼丸的感觉，那种一嚼一嚼哎，那个里面的肉哎，都是那个蹦出来了的感觉。两个字，吃起很洋气哈。两位好吃狗进行专业的美食交流，我们也别忘了提醒大家，小山狼火锅的位置就在观音桥远东百货斜对面，记得来打卡哟。接下来十全十美商城还有好货推荐，不要走开哟。听说有一种美食只有云南宣威才有，小娃娃时候就开始吃啊，大家的外地的全国各地都来买。云南宣威独特的美食是个大美艳的苹果，是嚼劲十足的高原牛肉。 No， 这些通通都不是，那是什么呢？纤维火腿也比我们都是很好的，我们都是买这些纤维火腿。纤维了嘛，西藏纤维这个地方有很多月饼，我们一般选的就是纤桂银。没错了，这就是享誉盛名的云南纤维火腿月饼。2017年的中秋，那可是咱们十全十美炙手可热的电视爆红单品，上架3天就卖断货，一度有观众电话打到爆，成为火腿月饼的忠实粉丝。然而有钱买不到货，令他们欲哭无泪。而今天咱们静静再度来到云南宣威，只为圆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梦。经过长途跋涉，我们十全十美呢又再次来到了美丽的云南，来到美丽的云南宣威。那这次来呢，我们是有特别的任务的。大家还记得上一次的宣威火腿月饼吗？大家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卖断货。不仅是观众，连我都是对那个火腿月饼的味道是念念不忘。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再次来拜访到我们宣桂园的董阿姨，她这里还有什么好货没有，让她给我们介绍一下。董阿姨你好。你好，再来拜访你。董阿姨，云南宣桂园的创始人，专注云腿月饼20余年，在宣威当地有着响当当的名号。不过说到十全十美和老字号宣桂园结缘，那可是2017年的一个秋天，咱们美食侦探远赴云南为大家寻找美味月饼。我吃这个的感觉，我就会觉得一口一进去，它是那种很香浓的感觉，因为里面是肥瘦相间的，能吃到它的这个颗粒状。尝到了正宗宣威火腿月饼的味道，咱们的美食特派员还在董阿姨家见识了云南宣威火腿的庐山真面目。那我们身后就有一只大的火腿，但是我发现这个火腿已经坏了吧，我觉得它好像发霉了。姐姐，这是纤维火腿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它要冬季腌制的火腿才会穿衣服。所谓的穿衣服，其实是纤维火腿制作中的上挂风干非常重要的一步。表面这层形如绿袍一样的东西，其实是在严格控制室内温湿度后，火腿发酵生长出来的真菌。正是靠着酵母菌的作用，才增加了宣威火腿别具一格的风味。自从在咱们十全十美网上商城上线后，是引起了各位吃货朋友的热烈反响，节目播出后更是几度断货的节奏。
上一次我们在您这里购买的火腿月饼，嗯，重庆的观众真的是特别喜欢，所以我们都卖断货了。谢谢谢谢。当时您知道了吧？后来都没办法生产了。现在我们有所准备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了。我们云南人每天下午喝下午茶的时候都要吃一点点心，嗯，特别爱吃的就是这个云南小饼。云南小饼，也叫火腿酥。据董阿姨介绍，下午茶是云南人一天的必备环节，而火腿酥更是宣威地区不可或缺的茶点。如此地道的火腿究竟味道如何呢？很香哎，我一口下去就能吃到很饱满的馅儿，而且才咬了这个馅儿三分之一。对，里面就是属于火腿月饼当中的那种，嗯，上次我们吃火腿月饼看到那种颗粒的火腿馅儿。嗯，对，火腿与面皮相知相融，每一口都能吃到优质的宣威火腿的味道。虽然相对于火腿月饼，火腿酥个头变小不少，但仍旧是每个都是满满的云腿馅儿，一掰就能看见。下午晒着太阳，一口火腿酥，一口茶，幸福的茶点时光，火腿酥的确是最美的搭配。不过说到火腿，这火腿酥和曾经的爆红款火腿月饼所用的云腿又有什么不同呢？它的这个馅也是跟那个100克80克的那个月饼的馅是一模一样的。它的火腿也是惊险的那个纤维的那个冬天腌制的民间的那个火腿做的，它的口感更丰富。经过一个冬天的晾晒后的火腿，水分蒸发，品质更加上乘。用这个时候的火腿做出来的火腿酥品质也更好，口感味道都是没得挑。要知道即便是小小的火腿酥，董阿姨也是选择火腿最精华的碗口部分，咸味适中，口感更佳。经过20分钟的烹煮，50分钟蒸制后，再切成0.5厘米大小的火腿丁，加入糖、芝麻、蜂蜜、薯粉与火腿丁拌匀，这香味四溢的火腿酥馅料才符合董阿姨的标准。阿姨，上一次的话，我们来吃那个火腿月饼，看到您是一个一个手工制作的，但是这种小的话也是这样制作吗？因为这样的话好麻烦哦。云南的这个火腿饼，现在目前的嘛都是要手工制作，它是纯手工饼，机器它代替不了的。与工厂机械流水线不同，阿姨保持着20多年纯手工制作火腿酥的传统。新鲜出炉的火腿酥被送到了凉房，经过特定的温度、湿度以及紫外线、臭氧各司其职后，无需添加防腐剂，我们的火腿酥就能包装出品，与食客们见面了。小小个头的火腿酥，开车扛饿，下午茶点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这次董阿姨和咱们的十全十美强强联合，全新包装，在咱们十全十美网上商城独家发售。阿姨，相信很多观众看了我们的节目，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想买这个火腿酥了，但是大家又会担心了，这一次会不会又缺货呀？不会不会，这次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每个星期都制作，统一一天发货过期。十全十美为大家全新上线宣威火腿酥，超低价格专供十全十美的粉丝们，只有在十全十美才能吃到的宣桂园火腿酥，每罐净重320克，两罐起包邮68元，四罐火腿酥包邮价只要128元。而且董阿姨特别声明，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最新鲜的火腿酥，所有订单均现点现做，每周一至周五下单的火腿酥，周六手工现做，下周一统一配送。还在等什么？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十全十美粉丝团，点击右下角美食商城云南老字号宣桂园火腿酥，我们送到您嘴边。除此之外，美食商城还有许多优质美食等你来发现，来自大山深处能飞上天的美味冻冻鸡，远赴云南独家定制十全十美牌鲜花饼，下午来点抗饿茶点，想喝纯正土鸡汤，赶紧进入十全十美微信商城，点击下单购买哟。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十全十美商城也在24小时连锁超市一站连锁便利店全市上线了，随时就能在家门口吃到咱们十全十美的优选产品哟。